我是一个非常喜新厌旧，我跟过的人很多，这个人跟我身边稍微久一点，我就开始厌旧。之前就是我当初没有算到，我以为你只对女人这样，没想到对男人也这样。哎呀，这能怪我吗？对男人更严重。哎呦，女人比较不一样。是我觉得汤汤水。可是我觉得我一年多，我一直弄得很新鲜的，我想办法不要太久。不过就很厉害了。当然，我也坦诚，过去确实有一段荒唐的岁月。那种汤汤水水的日子已经结束了。